鹤坑市居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平地街道六连社区鹤坑村。市居村民主要有袁、曾、黄三姓。古时村旁水田经常有很多白鹤觅食栖息，故取名鹤坑村。鹤坑市居始建于清代，占地面积约4160平方米，文革期间损毁严重。这栋老宅当初规模不小，如今损毁严重，亟待修缮。祠堂被毁，门楼门匾都已不见，上于一牌坊，上面字已被扣掉。偶遇归国华侨黄老，他受国外亲友所托归国张罗祠堂修复事宜，现在正在为修复事宜到处奔波。这栋老宅的修复是个浩大工程，希望黄老早日如愿，顺利完成鹤坑市居的修复工作。这里面也藏了一栋老宅啊，看到没有，牌坊都已经破了，前面一个月池，但是里面藏的荷花池水不多，还有一点水，看看这里是怎么过去。到达仪式
选择的位置附近，目的地在您左侧。本次导航结束。哦，这里是两边有角楼的，原先这个位置是角楼的位置，现在盖了个新房，写的鹤坑一区。这个外面的外围的围墙都已经断掉了，但是里面还有一些残留。这是断的一些断墙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看一下老房子。啊，您是这样的吗？对，这是您家的老房子。对，是姓什么的？这一块姓黄的。哦，也是黄氏的是吧？对，跟全部都是，全部都是。哇，这个老宅以前很好啊。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，那些东西全部都是把它铲掉。以前这个牌坊很漂亮的。对，雕龙画凤的。是啊，他您这黄氏跟坑子的那个黄氏是一脉的吗？坑子跟坑子，坑子黄色一是。从那里迁到这里来的。哦，那你迁到平地了啊、哦？对，这里是300几年了。有啊，嗯，坑子的那个好多黄色的祠堂我都看过。看过，嗯，啊，这个祠堂全部给他们破坏了。那您这是属于黄色的第几世啊？这什么世开始到这里的？哦，九世是吧？九世那就厚一点了。啊，对。嗯，那个新桥围是三世。新桥围那些你都看过对吧？看过。新桥围，还有那个叫龙湾，龙湾社区，龙湾社区。秀新。秀新秀岭。哎，对。还有一个最老的就是红围。啊，对对 对。红围是你们二世祖嘛？啊，对。你们黄氏最先的那个老祖是在江岭那边。对，是那边来的，福建那边来的。江边老祖。哎，对。是从新宁迁过来的。对。新宁迁到惠东，然后从惠东再迁到这边，那个再迁到坑子，对，平山那边。这房子以前很漂亮。哎，对。这牌坊毁掉可惜了，在这边都盖了一些新的房子啊。不是新的，也是旧的。这也是旧的啊、哦，这个是旧的。啊，这个是新的。这个墙翻修了一下，这个角楼是以前旧的。啊，那晚有一个角楼，我们以前是有五个角楼的。啊，有五个角楼。啊。上面两个，中间一个，中间那个是望楼啊，是望楼，后面是吧？对，啊，后面对，这房子以前还是很漂亮，嗯，比，跟那个新桥那个市居差不多大，应该。啊、新桥对不对？这个规模跟新桥市居大概差不多。啊，你看那些石柱，你看，这都是全部都搞烂了，啊，哦、把它很精美、啊。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。破四旧，立四新，那个时候把它推下来的。啊、这个牌坊上原先有字的啊，全部都铲了。这叫什么市居？不知道，黄啊，鹤坑市居。鹤坑市居、啊。对。哦，鹤坑市居，好漂亮的。原来除了那个什么啊，这个鹤坑市居。就在外面的，也是搞他们搞坏了、哦，破坏了，也是破坏掉，都是给红卫兵给破坏了。嗯、啊，红卫兵破坏了，啊，我们那个前人啊，很多啊，啊，已经出了去了，到美国，到英国。那您现在就您在这儿守着、啊？不是我守着，我也是回来的。你是回来的？啊，我也是、哦、啊，以前去英国代购。啊，现在在香港，香港那个在香港那个疫情过后我就回来，二月六号那开放了就回来，这边还有老房子可以住的，就是那个吗？哦，那挺好呀。啊，你回来还有房子住？这个也是你的。分个那些那个贫下中农，他现在没有拿回来。哦。以前我们是没有在家的，没有人在家的。嗯，啊，这以前规模很大，很大，啊，几横我看有可能有四横呢。我们那个房子一直，啊，到那个后边，
到那个工厂那、啊、那一边，总共就一进、嗯、两进、三进、四进、五进。哦，啊，这样，嗯，啊，很大，很大。这个地基是准备盖新房的吗？不是在盖新房、嗯，我回来就把它复原。这个也是我的。啊，这个。啊，那个也是我的。以前我爷爷啊，就在赶这个房子 啊, 啊，就赶树的。这么厚，有这么厚，这像那个夯土一样的啊。对呀、啊，烧的。烧的，嗯、啊。你看这些，这里以前有雕龙画凤的，有那个牌坊的，有什么的，哦、对呀、啊，这两边应该是有屏风的，有屏风的，屏风有牌坊的，应该上面还有匾哦，有，祠堂都倒掉了，啊，头掉倒掉了，我自己转一下，好，没问题，啊、我自己转一下，因为这里面，你过去，啊，我等一下我从那里转过来，哎，对，啊、左好，好，我知道，嗯，好。刚才碰到一个老人家，是英国华侨，他是回来专门修复这个老房子的。这个老房子是文革的时候被毁掉了，主祠部分已经毁掉了，但是看得出来当初的规模还是很大，非常漂亮。毁掉了可惜了，那现在要修复这个工程也还是不小的。他刚才说这里的皇室祖上也是从坑子迁过来的。好，您现在就住在这里啊？住在那下面。啊，就住在这下面。蛇坑老屋村。没错。啊。嗯。我刚才那边也叫鹤坑老屋村。我刚才那边有一栋那个老的房子。啊。是姓曾的，曾氏的。啊，真是的，对对对，啊，是吧？我们整个的大屋，整个的老屋就是56号，56号，啊、我是杠一，那才一路一路排。我到大门这里看一下，现在哦，这里好像出不去啊。啊，那些看不了了，那些门呢？现在呢，给那些耐性的人把那里种菜。啊，养鸡。嗯。啊。啊，这个都已经没了，大门都已经没了。啊，大门都没了。大门和这个外墙都已经那个倒掉了。嗯、对呀、啊。这是前面的池塘。荷花池。据说以前的规模比这更大啊。是月池的对面。原先正对大门的位置，我看到大门已经没有了，就是剩下后面牌坊残留。这里是外围啊，角楼，鹤坑居委小组，鹤坑一区。这里成了养鸡场了。走，可惜了。